来来来，Spencer，什么活儿？来，哎，大兵，啊，你说。我想聊下你个人的一个观点。好，请讲。你现在不是双重身份吗？你嗯，是中国人，但是你不是中国公民，对不对？我是双重身份，现在。对。谁举证，谁举例呗，行吧？我不是说双重身份，就是两种不同的，一个你是中国人，一个血统是中国人，你然要后这一么个。说的话，那我必须得强调，我一共六重，好吧？尊重一下我的身份，好可以，吧？我只说两重，行不行？你不能只说两重，因为其他东西也很难拿。那咱们先讨论两重，一重一重来，行不行？行，你啊，说吧。我首先一点啊，咱村儿和那个美村儿，潜在竞争对手，对不对？这个不事是，实等会吧？儿你谈这玩意儿跟我身份有啥关系啊？肯定有，你听嘛，你听嘛，听完再说行，好，你说。啊。然后呢，假设有一天，哎，不小心擦枪走火，干起来了，啊，基于你现在你目前这种身份来说，两边都需要你，你会帮哪边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会干啥？我会去到一个我应该在的地方，在内部造成大规模影响。那比如说，举个实例，你说吧。那你说你造成一个内部大的影响，哪个内部哪里说清楚嘛？你看我，你别让我说清，你觉得是哪儿就是哪儿。那咋了？是我是哪？我又不是你，我你肯定觉是得你是好。哪儿就是哪儿，你按照你的感觉来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办法替你感觉，你替知道你吗？那你没办法，你没办法替我感觉的话，那我也不能告诉你。说实话，你这个级别不配指导。你看，你又滚刀，我没滚刀，你这级别确实不配，哥们儿。你回答问题就完你了。的级别不配，我你现当实年，我 CIA 我有证呢，哥们儿，你级别配吗？我跟你汇报啊，我问你，你倾向于帮谁？你你记是住，帮我谁李救剑人？锋，是不是叫李剑锋？我李剑锋，是不是回答不了？我回回答答不了，了。我给你三个选项，行不行？你帮说咱来村，啊，你帮先美我村，听听选项吧，我听帮听哪选个项村？吧，我听听选项，说帮咱村，帮美村，谁都不帮。A、B、C，你选一个，行不行？，A、B、C，咱选一个啊！我这么跟你说，你说，干我绝对该干的事儿，我知行合一。我让你三选一，我说那了是三呀，选一我吗？说了呀，你又把滚刀我给你放，说了呀，我选了，我你选知哪个？行合一，我咋说的，我咋做，我平时怎么说的，我以后就怎么做，听懂就了是说吗？是，就是对，平时怎么说就怎么做。但是你平时你说过两种话，那这你看，你既然不愿意直说，我帮你分析分析，我对不告对？诉你为啥不好直说，我告诉你为啥不好。你说，按照你的理解，按照你的理解，当你拿了所谓的双重身份了以后，你要选一边站队。你现在讲的是这个吗？我跟你讲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。你说，假设真有美国籍的话，美国是承认双重国籍的，不是是中啊，国，是中国不承认。不是。所以说，美国的国籍不要求你必须跟你原有的国家为敌，明白吧？这是重点。对，但是你要不补一个要这求，个重点。美国本身是个多移民国家，明白吧？我明而且白，我说的这是个假设，哥们儿。不要求跟原来的国家为敌，对对，但是有要求，要求是放弃对原来的国家的效忠，有这说法吧？这我还真不知道，我得查一下子。我没你看。不用查了，你当时你的誓言你都忘你了，哥们儿，你不用在这强引导性的，哥们儿。那你拿个本儿出来，你拿个照片出来，我看看呗。我拿什么照片？你说有就有，我说没有也不行。你说是就得是，完还得我举证。你是这样吧？啊？那我说有，咱们就说具体。咱们这样子啊，不是，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？你说有就有，完了还得我举证。我哥没们儿，有，我说你是何首乌，你能举证吗？你能举证你不是吗？不你是这不我能是。乱说呀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就是到每村入村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誓言？有没有宣誓？应该是对有的。然后呢？你参加了没有？我没参加。你为什么没参加？那我参加了。你参加了，那你宣誓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那那你我说帮是谁？啥吧？你这么清楚，那你直接说就得了，哥们儿。那我参没参加？我怎么才能按照你的剧本演？你告诉我。那是这样吧？那帮你啊回忆回忆，好不好？啊啊！行，好。但是我也没参加，我也没去过，我在网上找的，好不不好？是，我觉得你参加过，你他妈比我有经验多了。我说实话，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？啊，
啊，就是说这那个啥，就是一大概中文意思就是，第一句话我仅此誓言，完全放弃对我以前所属的外国君王、君主、国家以及主权公民资格及忠诚，对不对？你们是不是这句话？第一句话，我哪知道？你别问我呀，搁哪儿查？我不你说吧，我看一眼。查查啊，我查一眼，我看一眼。我给你一分钟。你接着念啊。我不接着念，咱就说第一句。啊，你说完了呢？有没有这一句？啊，我查了，有。有是不是？你说过这句话？对对，确实有，确实有这句话。那你也说过是不是？用英文咋说？我不埋汰你，我不哥们儿，我不是埋汰你，你可能不够了解我。我的英文水平能不能说出这句话来？那你可以说中文吗？那你告诉我英文水平能不能说出这句话来？不是，你可以说中文吗？还妈，我操，跟美国学士还可以说中文啊？那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这个不是你别不知道啊，哥们儿，跟美国宣誓能说中文吗？你看啊，宣誓仪式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参加？我问你，跟美国宣誓能不能说中文？我不清楚。你这比你别不清楚，你查我查一下子。那你查一下。啊，不能。啊，不能。那你说，那就不管是能不能，你参加没参加这个仪式？我参没参加？嗯，我参没参加？你刚说你参加了啊？行，我参加了。然后呢？参加了这个，然后呢，就有这么一个环节，这个环节你参与了啊？是不是？我当天还碰着个金发碧眼大洋马。那对啊，然后呢？你既然参与了，就证明你认可这个东西啊。然后呢？啊，然后你认可这，我刚才说了一句话，对不对？那你刚才说了一句话，你说是什么？你说是，哎，我怎么说的我就怎么做，是不是？啊，跟美国有问题，你现在替美国质疑我的立场。我没有质疑你的立场，我质疑你的誓言。啊，你替美国质疑我的誓言？我没有替美国，我哎，不是，那我好奇了，那美国承认双重国籍怎么承认呢？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他是承认双重。比如说，我给你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有没有俄罗斯的美国籍人？这肯定有吧？有。那你说像现在这种情况下，俄罗斯人怎么办呢？那俄罗斯很简单嘛，人家誓言要求的是放弃，他肯放弃他都不给呀，美国不给机会，给他财产没收了。你听我说完，知道了？人家要不是你别我听你说完，哥们儿，人家现在美国给俄罗斯人财产没收了，冻结了，俄罗斯公民呢，那可是。我知道了。那咋说呀？人家让你放弃对之前的国家的效忠，对，不是人家说放弃了，然后也给没收了。那是啊，那该没收就没收了呀。不是，那怎么该没收？人家都效忠他了，怎么给没收了呢？不是，咱不说美国，咱们就说你，知道吧？啊，你的誓言，你怎么去面对你的誓？你刚才说了，你那不是哥们儿，那不得说你说我宣了才宣了吗？那你参加你别搁这滚刀，你能不能先证明？你说来，大头鹰，这张照片是你那天搁这，你先给我拿个照片出来呀，哥们儿。你承认你参加了？不是，我不得为了你剧情吗？那我承认参加了，完了呢？你后面有没有剧情？我在等你的狠活。你承认参加了啊？然后我当天还碰着大洋马了，大洋马还给我留电话了。然后怎么了？你能不能跟我说后面啊？证你能参加了，证明你认可这句话。啊，证明我认可这句话。然后呢？对。然后呢？知行合一嘛？那你的行啊？我知行合一，我人在中国，咋说？对啊。我人在中国呢。你人在你不管我人在中国呢，哥们儿。你的誓言不反对你人去哪？啊，我的誓言不反不啊、不关心我人在哪儿，我人在哪儿没问题。那肯定了，那美国人不能、啊、移民不能回国了，那没有这说法。啊，也对。然后呢？啊，所以说你怎么面对你的誓言？啊、而且你刚才说了，我怎么面对我的誓言？我就做我该做，我认为做的正确的事。对，而且我这么跟你说吧，为啥跟你扛着这个东西啊？我为啥跟你扛着这个事儿来说？我身边一半数以上，不是在考公民的，就是入公民的。明白吧？我身边甚至未来我听说我爸也在考，我这个实话跟你说，我跟我爸联系的不多，我听说我爸也在考。怎么说呢，其实我是反对这个事儿的，但是确实身边很多都入了，但是其实也不耽误他们爱国，包括回国做什么生意啊，投资啊，包括给国内买东西啊，甚至说进出口贸易啊什么，这些东西他们都做，都不耽误。我要是如果按照你说的啊，国籍是一个放弃成为这个公民的权利，然后就是不效忠你这个地方了，那他们一定很恨国。
是不是这么说？那不一定。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，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能不能当中国公民？不能吧？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啊，有可能。不是，你那不得二选一，十八岁二选一吗？咱就说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，嗯、美国公民能不能当中国人？当不了吧？当不了，十八岁以后当不了了。我跟你说，十八岁以后当不了了，哥们儿。我跟你说啊，哥们儿，十八岁以后当不了，这别犟。咱们有一说一嘛，十八岁以后就当不了了。假设他是一个，我比如这么说，比如七七，样子就是美国人，他也觉得美国不好，然后他想在中国待着。你在对他的态度是什么呢？中国籍不像你想的，像美国让你掏点钱去了就能入的，中国籍很难入的。我知道中国籍很难入，对不对？我也并没有质疑说美国爱国或者支持。来，那个给那个下面什么不回答正面回答问题啥的，你们组团一起来的这几个观众没点一起都拉上来。你他一个人有点不够，什么和会什么风啥的，就觉得自己挺上来一起说，上来一起说，行不行？啊，你看齐局给出招了，齐局说可以先入香港籍，完了再回中国。那假设说啊，咱假设说，如果想回的话，这些人走这条道，你又怎么办呢？你看，我先跟你讲啊，我并不是说你是美国的，然后就不能去爱咱村儿。这个话我没有说，可以，完全可以。我是说，在发生冲突对立的情况下，二选一的情况下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替你回答，我来替在美国所有的美国籍中国人来回答，在那个时刻，一定是无条件的站向自己的祖国。祖国，你的祖国是指？祖国是中国，祖国，不是说你的国籍所属国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历史上是发生过这个事件的，历史上是发生过，包括现在也在发生。就是我跟你讲的俄罗斯的这个问题，大家不是傻子，大家都是能看得清的。你站在那儿，他也不拿你当自己人，明白吗？你站美国队，他也不拿你当自己人，谁也不傻，明白吗？你入美国的第一天，你就应该知道你这个事情。我入的时候，我说实话，我刚到美国的时候，我甚至前头十年吧，我都不懂这个道理。我换一个角度再跟你说，你刚才说的这个，你代表这些人说，这代表也包括你自己，对不对？那你这种行为，站在美科的角度来说，是叛国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如果叛国的话，能不能回国？那可以啊。那不对，那是家大人的态度啊，你得看家大人态度啊。我是啥？我就问你，你觉得你这种行为，在美村的角度来看，是不是叛国？在美村角度来讲，人家既然承认你两重，竟然既然承认你双重国籍，肯定就不算。承认你双重国籍是不算的。那为啥？那为什么当时你看啊，你的这个入籍誓言，我再给你说第二段啊。你不要一直哥们儿，你非常主观的，你认定了这个东西，你先拿个证据出来不行吗？入籍誓言你上网？我搜了，为什么叫我的入籍誓？你非得就是你现在说我是，我就必须得是；你现在说我是，我就必须是，否则我证明我怎么证明我不是？哥们儿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算啥？你上来以后你证明我前面以前我没跟别人证明过吗？说白了，你从哪儿出来的？你从哪支边出来？我都不愿意深究。你这个声音我都听着过。说白了，我陪你在这演一会儿。你是好，你认为我是美国籍好，那你拿个证据出来，你举证，你质疑，你举证啊，哥们儿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质疑你是何首乌，你证明一下子。我证明不了。你看那就得了呗，那不就得了吗？你让人家证明，你今天证明我说一遍，下面那个什么什么那个凌晨目光什么玩意儿，那么小哪个他质疑一遍，完我再证明一遍，我干啥？我跟你玩证明大会玩呢？你有你直接锤不就完了吗？对不对？你有你直接锤不就完了吗？你听我说啊，我没有我，你看你问我是不是何首乌，让我证明，我跟你说我不是，那我可以给你明确回答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也不会说谎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不是。那我就问，什么？你不是？我不是。你不是什么？我不是何首乌，我也不是美国人。不是，你是不是 American citizen？ 是不是中国？不是，我不是。那你如果说谎的话，怎么办？我不是何首乌，我如果我不是哥们儿，我还得当你面给你发个誓。来，你能不能发吗？我能发啊，能发，能发，是何能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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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发。好，代价是啥？什么代价？什么代价？你跟我说代价。你要代价是指什么？代价是啥？
你的代价，你跟我赌赌注，如果我是的话，怎么说？对吧？那你需要啥代价？你说直说就完了。我想，我想要你一只手。那行啊。行吗？可以。行吧，那来吧，咱上海见吧，行不行？那上海你发完，你先你发吧。你不发我上哪儿找你，哥们儿？我上哪儿找你去啊？你上来找我，你不是你当我面，我给你看。不是，你当我面，我给你看，你帖子，互联网上不能公开主播的个人隐私信息，这都是直播当中的要求，对不对？你来就完了呗。你知道，你来就完了呗。我就知道我地址多了去了，你来，你到上海，你找我来。我跟你说，我真不知道你地址，你可以给我私信。那行，我给你私信，问题，那你到上海告诉我，行吗？到我找你，好不好？那你到上海来找我来。啊，那咱们这个事儿先过，行不行？啊，你别先过呀。完了，那如果要是啊，你接着往下，现在不能不是你接着往下说，所以后面证明啥了？你证明所有的美国籍的中国人怎么着？我想听听。我没有证，你首先你不要误导，我没有说美国籍的中国人。哎，不是，你刚才说了，就是在美国宣誓的这些中国人怎么怎么，到时候以后站哪边嘛，对不对？你说打起来的话站哪边嘛？我问你站哪边，我没有问别人。啊，你不在乎别人啊？啊，我不在乎别人，我跟你联系，我在乎别人干嘛？啊，那我肯定站中国，不用想，我站美国我也没好，我说实话，你就不用说我爱国不爱国，我今天不是个主播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包括这话我也说给在美国所有的中国人美国籍的，你站美国也没好。那是人家的选择，那不是选择的问题，我跟你讲道理，站美国对你也没好处。人家就想站美国，好不好？人家是自己承担。谁家呀，哥们儿？谁家呀？我跟你说实话，那些入籍的不是为了办身份的，就是想回国。为啥政治庇护的咱拿 BH 的，咱说啊，就说漏嘴了，拿 BH 的他不能直接回，明白吗？在美国拿 BH 那些骂娘走线大哥，但凡能考他必考。我跟你说，明白吧？你不用说这种话，你说这种话跟走线大哥有啥区别？哎，不是，说这种话跟走线大哥区别大了。如果我曾经是，比如说我曾经我骂娘了，我得靠骂娘才能拿着这张卡的话，我就是入了这个籍以后回来了以后也得配合调查填个表，明白不？那明白，我的你明白吧？这个问题你是跑不了的，你是早晚都得面对的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为了拿这个本儿，对不对？宣这些誓言，或者是你不，哥们儿，你别老强引导性，你说试试，你看又没了吧？又他妈展示打架斗殴了。我没展示打架斗殴啊，又他妈又展示打架斗殴了，没展示啊，完了，真闹挺。你说你妈，我寻思你有活，你说逼逼完了以后你还指唠我，完了，看见没有？违规直播七天，看见没有？你说这帮狗懒子，我真是服了。你搭理他吧，他就给你整这个，完了他跟你这边咣咣给你点举报，七天他妈年都过完个屁的，这逼回去开始吹牛逼去了，那肯定的呀，那你说你搭理他们，你不搭理他们吧，都跟那起哄，整他，你搭理他们吧，你看他上来就给你整这个，你就这一顿那啥，一顿引导。你还不如直接骂他们不来，明班的。你是说一说话一唠嗑，这里面都不是第一天哪看了，说白了一直盯着你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谁我就不提了，这都是谁直播间的粉丝，明白吧？常年连麦的，一说话声动静我都听过，那些人切片我没少听，我总听他们切片。